教育是一定重要的，不过教科书以外，还做得提供用的环境，本身也能得学习了。高中新生用免费，同研究业退休的新生陈家义，向下参加的屏东县三期桂北市主题辅导计划，同时呢，用地的限定游览空间打造做图书馆，开放文三期向下内容，希望他综合的学生的每享受味道，亲自共同的环境。人家社区没有在做这种，谁要来看书啊？乡下谁来看书啊？这样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人要看书？一定很多人看书，但他们不知道到哪去看。但亚罗公乡参加社区桂北市主题辅导计划的游免费，因此我跟游览过做图书馆，以便以看到一个现象。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看书。那从小我就一直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，那我就看到，就刚好我就在新化国小代课，代课的时候的话，我代半年课，我就发现这些小朋友他对于书的这个的部分哦，他们就比较少。有免费讲游览喺农村记忆当中，做唔得手机，佢做过长年保留游览嘅外观跟拆件，搭帮六米花跟空间嘅设计，结合嘅暑假还有防撞墙，还有上喷花跟暑假抗避能。每个月要花大概3-5千块去买书，所以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书源的话就是诚品书局，我们那时候诚品书局其实它有这样的服务，你可以去跟他要书，那他就会一箱一箱的寄过来。那我还有隔壁乡镇的竹田乡泰米亲子图书馆合作，每两周年都做得有200本书，提供本好上的来家。这里有很适合阅读的地方，也有很宁静的空间。每一本书都有多彩多姿。学校是一个面对大众的，它呢就在村子里面，然后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是呢它融聚了学校跟社区，还有我们没有办法弥补给学生的部分，他们都做到了。每本书都向暖声音呢，就像感染一暖书，我眼泪也加倍。不但上草当中的龙游栏，变作具有文情味的宽恕空间，温暖村家庭的文化气息。环境改变，我相信人的互动也会改变。那其实我就希望，如果可以推一乡一村有一个小学堂，那我就觉得那是我更大的希望，我们这个的目的所在。就免费讲，幸福学堂虽然面积无嘛大，不过三座提供舒适又休闲的图书空间，都可以地图爱擦脚，办公室按距离，爱坐爱面都做得。所以还有开放式的空间，都会跟社区分享的素材。下加新闻潘胜峰，屏东报道。